好久没有玩我的飞镖人了。再不玩啊，你们都快忘了，我起家就是玩杰的。从我进入英雄联盟手游开始，第一个英雄主玩的就是杰哥。虽然随着版本的更替，杰哥已经丧失了以往的风光，但是啊，我还是记得他的。虽然我不玩，但是我每个视频啊都在，对吧？都在提杰，就是怕你们把他忘了。有谁有嘲讽我啊？天天玩动物，对吧？直播间全是大老爷们儿。以前我玩杰的时候啊，还是有妹子喜欢看的。只是后来实在玩不了了啊，我转行玩狗熊、人马这种动物了。这些虽然看起来不秀啊，但是能赢。当然，我不是说玩杰赢不了，只是同样是赢啊，你玩杰付出的要更多，你需要时刻抖钢丝。其他英雄已经开始乱冲了啊，你还得躲在后面偷伤害。杰前期想发育起来啊，只能捡残血，就像这边中路打完架还有一丝血，我们直接 W 闪现，对吧？大招 EQ 回来秒掉。像这种节奏啊，是杰最喜欢的节奏，就是线上打架啊，有残血捡。如果不打的话，没有经济优势，到了龙团杰就很难发力了，只能依赖队友。然后这里我以为诺手要杀了啊，但是这个万豪我靠，愣是靠被动顶起来了，然后反手脚跃过来把诺手抓死了。然后这边螳螂捕蝉，杰哥在后，我们大招一扣三花聚顶直接 A 掉。虽然万豪只有一滴血啊，但是他居然去踩蝎子，不是你瞧不起谁呢啊？满血的杰哥，你一丝血敢踩蝎子，我直接等他盾没了。哎 ，WQE。然后来到龙团，我们换位抢个核心，哎，这边围堵是大我，我们直接哎闪出来，对面的关键技能已经被杰哥全骗出来了，一个没有大招的杰在龙团骗了对面两个关键技能，这就是杰哥的贡献。然后我们回家之后呢，大招过来再一个三花聚顶被击飞之后，我们疯狂的按大招回来，拉满了啊，已经拉满了，然后下面又打起来了啊，我过来蹲一下，哎，这边的话看到九月，我们直接往前走，大招逮捕 W 拉开三花聚顶躲个九月大招，哎，差一点。然后回家来了红区啊，围堵是半血，我们闪现 WEQ 插一下，紧接着大招好了，来到上路，我们直接大牛头，哎，再换过来，再 WQ， 哎，一技能转死女警，再换位，让我 A 一下，然后刚复活，对面追着奥塔，我们直接大招 WQ 三花聚顶锁死他。杰这个英雄就是用一种很帅的方式啊杀一个人，什么是超模？就是用很朴实的方式把对面全杀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龙我们惩戒拿下啊，牛的话直接顶进来。但是我们不要先打啊，先等队友打，看对面的后排过不过来啊。杰的大招就用来逼对面后排，如果对面后排不敢上的话，哎，再收个弹血，大招回来 WQ 啊，我真没有想着抢人头，我是想留大招啊逼对面后排的，对面因为我有大招，所以说不敢往前靠，懂了吧？这就是博弈，有时候不要只看表面，知道吧？超模玩家只需要乱点就行了，我们杰玩家考虑的可就多了。然后继续啊，闪现一技能输在九月，中了这个女警还敢补兵，我们直接过来逮捕她 W 哎，被击飞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转一下，然后换位大，我操，夹住了，大招躲个普攻，再换回来 W 拉走，再 Q 技能啊，再转一下，我真的很帅，快速回家再出来，你个逼养的女警啊 ，W 直接过来，大招大招锁头，一技能转一下 ，Q 技能输掉，完结要学会睚眦必报。然后这边准备动大龙啊，对面万豪过来看，我们 WQ 减速一下，再转一下往后拉，再回头 EA 收掉。然后我们正在打大龙啊，对面四个人过来硬打，牛直接顶我，我们在后面放个 W， 大小月 W 拉回来再 QE。这里的话我没办法，这个龙我打不了了，我只能用技能啊把这个小月往外面赶一赶。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啊这个滑板鞋用拔毛把这个龙拿了。我们继续骚扰这个小月，但是很可惜啊，这个龙还是被抢了，不是杰哥不去抢，而是杰哥没办法。然后这个小月还把滑板鞋给杀了，我们后面偷袭。势如破竹，看到了没？然后这个牛什么意思啊 ？A 一下大招 W 拉走 QE， 你没大招，你还敢看不起杰是吧？这边的话回家补下状态啊。万豪的话正好被我逮到 WQ 减速 A 一下接大招，然后立马拉回来，再一个 Q 技能躲他一个 W 往前走，他直接抱我们丢个影子 QE A 一下收掉。然后这边第三条龙杀了，先往草里扔个影子探视野，顺便啊看到女警换位过来，大招直接逮捕。然后往前走 ，WE 减速一下，大招回来，再 W 往前，哎，就显得自己很灵活。然后打到一半，这个维鲁斯还过来看，我们直接 WQ 逮捕他。为什么这把会成为素材？因为对面双 C 没有做护甲鞋。还是那句话，对吧？你不出护甲鞋，杰哥可就不幽默了。但这边的话，这个万豪居然在偷家，我们配合诺手啊逮捕他。这边的话，他抱诺手，然后闪现跑，我们 W 大招直接逮捕。再顺势进对面蓝区反个蓝，维鲁斯过来直接 W 减速，大招再换回来，直接一个 Q 技能收掉，看到了吗？维鲁斯一下都没有 A 到我，这就是杰哥的上限。你先别管伤害高不高，就问哪个英雄都做到杰这样，杀人红尘中，脱身白眼里。这里又是非常朴实的 WQ 直接秒掉，再回来堵这个牛 WQE 秒掉，再往前追这个维鲁斯，闪现给他大招 WQ 三花聚顶直接带走。不得不说啊，现在玩一把杰，真的让我想起了我也曾经是一个玩杰的少年。现在不行了，已经离不开数字怪了。